在这一次的踏查中，我发现南机场有很多的商店，有新的也有旧的。据我观察，新的商店吸引的人潮会比较多，但新的一定比较好吗？像图片中标有南机场文化中心的夹娃娃机，吸引的人比后面的南机场公寓多了很多，但这样还有特色吗？我认为没有，因为无论是夹娃娃机或其他的商店都随处可见，而南机场公寓却是独一无二的。它虽然老旧，却表现出了一种无法言喻的感觉，所以我的作品融入了南机场公寓和一些现代的一些物品，让画面产生了一种反差感。希望大家也可以去南机场看看。